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from Mohism's Book of Mozi, Book 1, Indulgence in Exces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atian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 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Mozi 是公元前460至391年的中国哲学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周游列国，试图说服统治者放弃征战的计划。墨子的理论包括反观自省已获得真知，在社会关系中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他主张克己，不沉溺于物质或精神的放纵。墨子的哲学认为，一个人的行动必须能为百姓谋求最大利益。现在我们为您播出墨子《辞过》其中一段墨子的教理。墨子第一册《辞过》。墨子说，上古的人民尚不知做公事之时，他们靠近山林居住，住在洞穴里，地下潮湿，有害健康，所以圣王开始营造公事。营造公事的法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湿气，四边足以御风寒，屋顶足以防备霜雪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分隔内外，使男女有别，仅此而已。凡属劳民伤财而不增加益处的事，是不会做的。照常规分派劳役，修治城郭，那么民众虽然劳苦，却不致受到伤害。照常规征收租税，那么民众虽破费，却不致困苦。因为民众所疾苦，并不是这些，而是苦于对百姓横征暴敛，所以圣王开始制造公事，只为方便生活，并不是为了观赏之乐。开始创制衣服带履，是为了保护身体，而不是为了奇怪的装扮。所以圣王自身节俭，以身作则，教导百姓，因而天下的民众得以治理，财用得以充足。现在的君主修造宫室却与此不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资用，来营造宫室，在宫室上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讲究颜色雕刻的装饰，营造宫室如此铺张，身边的人都效法这种做法，因此财用被浪费，而不能应付凶年饥馑、赈恤孤寡之人，所以国家穷困而人民无法治理。
国君若是真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愿其混乱，那么营造宫室就不可不节俭。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如何做衣服，于是穿着外套，围着草索，冬天不轻便又不温暖，夏天不轻便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样不符合人民的需要，所以开始教女子制麻织布匹，以它作为人的衣服。制造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麻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温暖；夏天穿葛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玄动于民。在那个时代里，车间马梁没有人知道贵重，雕刻文采没有人知道欣赏，为什么呢？这是君主教导的结果，所以民众都能够温饱，家家都足以防患水旱凶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自给自足的道理，不被外界所诱惑，所以民众简朴而容易治理，国君用财有节制而容易富足，国库充实，足以应付非常的变故。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除了冬天的衣服轻便而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而凉爽，他们还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做锦绣文采华丽的衣服，拿黄金做成衣带钩，拿珠玉做成配饰，女工做文采，男工做雕刻，用来穿戴在身上，并非真的为了温暖，耗尽钱财，费尽民力，都是为了无用之事。由此看来，他们做衣服不是为了身体，而是为了好看。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国家怎么能不乱呢？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做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时只吃素食而各自分居，所以圣人教壮丁耕稼栽种，以供人做粮食。饮食的原则是只求补气益虚，强身保腹就够了，所以他们用财节省，自养简朴，因而民众富足，国家安定。现在国君却不是这样，
向老百姓厚敛钱财，以各种烹饪方式来享受美味。大国之君即有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也有上十样的菜，摆在前面一丈见方，眼不能全看到，手不能全拿到，嘴也不能全尝到。冬天结冻，夏天臭烂，国君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都效法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贫困的人冻饿。这样一来，国家怎么可能不混乱呢？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饮食就不可不节省。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造舟车时，重的东西搬不动，远的地方去不了，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舟车，用以便利民事。他们坐舟车，只求坚固轻便，可以运重物，行远路，费用花得少，而利益却很大，所以民众都觉得很方便，而乐于使用。民众不用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众都来归顺。现在的君主制造舟车则与此不同，舟车已经坚固清丽了，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装饰舟车，在车上画以文采，在舟上加以雕刻。女子废弃纺织，而去描绘文采，所以民众受寒。男子荒废耕稼，而去从事雕刻，民众因此挨饿。国君这样制造舟车，左右大臣跟着效仿，所以民众饥寒交迫，不得已而做奸邪之事。奸邪之事一多，刑罚必然繁重，刑罚一繁重，国家就乱了。国君如果真的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制造舟车就不可不节省。凡周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阴阳之和，一切都具备了，即使至圣也不能更动，何以知道这样呢？圣人传下的书说，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阴阳，人类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即使有先世贤王也不能更动，即使上代至圣一定都养有私人侍妾，但不伤害品行，所以民众无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官夫，内无拘禁之妇，外无官夫，因而天下人民众多。
现在的国君养侍妾，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遭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实，所以百姓减少。国君如果真想人民增多而厌恶减少，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以上所说的五件事都是圣人所节俭而小人所奢侈淫逸的，节俭的就昌盛，淫逸的就灭亡。这五件事不可不节制，夫妇之事有节制，天地就和顺，风调雨顺，五谷就丰收，衣服有节制，身体肌肤就安适。感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师徒之间节目，焦点新闻后请观赏地球我们可爱的家，愿上苍赐予您和您所爱的人爱、福泽与和平。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here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Up next is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heaven grace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with all love, blessings, and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